因为我以前网上的名字叫卡布，但是卡布被别人注册了，然后就叫卡布雷。就我们所有的每一步走的每一步，我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就觉得每一步都走的都特别特别好，踏实。我反正就一个要求，我就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唱歌，其他的我就比较随缘，因为人生有一件事情做还是很幸福。虽然生活很艰难，但每个人都有办法活得很幸福，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哦。